因为中国是确实有一个病人，刚刚世嘉有说他是到看神经科，然后他感染了，他传染给15个医护人员。好，我想请教，你可以描述一下他是如何有办法一次感染15个人吗？可能不是飞沫出去就在空气里直接接触，他有可能飞沫比较小的飞沫会浮游，大的飞沫会降落在它的周遭，那可能就是这个表面被污染了，那其他的人来触摸，这个是比较容易有这么多人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因为假如它真的是在空气里面的话，它也会透过空调到其他的房间，所以最可能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飞沫，它落在这个就是你会触摸的表面，就是在这个 SARS 的时候，我们到和平医院就是去采检体的时候，发现门把、电话筒，就是很多人会摸的地方都有，都有那个病毒。对对对，是很容易，就是平常你没有警觉，所以最可怕的 SARS 病人或者是新型冠状病人，是你不知道它存在。这是我的意思，就是它就会传播。你知道的话，其实你就很容易隔绝它。15个医护人员呢，就整个环境只要都脏的，每个人来就摸，然后擦擦眼睛，做什么，这很容易啊，15个很容易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不同。那我们就问价值观，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，所以我们要问这个价值观是中共还是中国人民，因为现在我们没办法知道中国人民在想什么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共说了算。从1997年开始，我们就知道活禽市场，在那是香港告诉我们活禽市场可以存在，若是存在的话，你要有特别的处理，它才不会传播禽流感。在2003年，我们知道禽兽市场，活禽兽市场是不可以存在，他们也真的关了，可是没有关。中国真的关了，真关了。2003年关了，开始的时候关了，然后2004年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它又开了。又准许他开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准许他开。2004年就是冬天的时候，又有4例病例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诊断了，所以很快就把它解决掉，然后又把它关掉。那刚刚范老师说武汉，不是武汉，那可能是中国很多地方都这样做。那现在就问说，为什么不关？为什么不把它关掉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他可能没有知识，但是我不相信他一定有知识，他一定知道这是危险。可是他不认为危险危害人民生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来防范。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在的地方是，我们有一个病例的时候，我们关心这个人，关心他的周遭的人。然后当然会变成国安，可能是因为不小心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经济，会影响我们的专业人员，会影响我们人民的生命，我们要遏制它。他可能没有觉得一个生命、两个生命、3条生命是怎么样，所以基本上我要呼吁，不管我是不是中国人，我在这里我就要呼吁北京政府，第一件事情就长远而计，他一定要把活禽兽市场关掉。从2003年，然后现在又出现，他一定要把它关掉，不可能关不掉的嘛，你什么都可以做的，你关不掉活禽兽市场，这是不可能。晚间10点，敬请锁定，朕知道了。